OK，直接买单吧，直接买单啦、啊！好，尺寸就直接买。好，情人节快乐！谢谢。不会。谢谢，你是我爸跟我男友之外送我礼物第三个男人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好开心啊、哦！大家好，我是蹦班。那又来个新的计划了。那这计划就是跟上礼拜的情人节有点关系。最近很多人到我店里来买一些情人节礼物，女方都会反映男方买的礼物不是这么理想。 我们现在来台北，实际来找一下路人，询问一下他们最想要的男朋友送什么礼物，然后呢，今天最重要的是，那顺便来玩一些游戏，玩一些挑战赛，我来充当一下那男朋友送他们心目中最想要的礼物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找路人吧，走。你们在一起多久？一年半。一年半。对。好，你们几岁啊？二十出头。好，你们上个礼拜有过情人节吗？没有，因为都在上班。 二月十四呢？二月十四，有吧？有。那二月十四是他送你礼物吧？对，他送你什么？迪奥化妆包。哦，迪奥的化妆包。对。送不错哎，你对那礼物满意吗？喜欢。你心里有没有更想要的东西？说实话没关系。因为我们这就是要尺寸。现在还好，一时想不到。你下面目前购物车没有东西吗？有。有东西吗？可以打开来看一下吗？就是小女生要的东西。 红包组，算也不少哎、欸，划不完的、欸，现在哦呦呦，划完了，我看一下，我帮你全部打勾。你知道，我本来计划是会看女朋友喜欢想要什么东西，这边找，找到的话我就直接买给你。可是我看你上面的东西应该这边都找不到，对，那我改一个游戏规则好了，就是我现在玩一个比较简单的游戏，只要你赢我，等一下你这个上面就全部按买单，然后我来帮付钱，剪刀手布一把定输赢，赢了我就买单，最快。 啊，好，我的剪刀手布就要特别，好不好？就剪刀手布，那就由你来。剪刀手布就是我们赢抢三为主，谁先赢三把谁就赢。那我希望你赢，但是我剪刀布很少输。好 ，OK 啊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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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，怎么办？我赢了，哈哈哈哈哈！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再战再胜胜。剪刀石头布。 剪刀手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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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姨呢？好了，买单了。三一九八加九零五，四一零三，给四一零三，三块你自己出。好，今天是谢谢你，恭喜你。谢谢。好，祝你们荣誉爱河，拜拜。拜拜。你目前单身吗？有男朋友吗？有男朋友。那你呢？单身。你单身？那只有他能玩，他不能玩。好，因为我们今天是要找。没有，不用，可以一起，可以一起。你男朋友？ 在情人节时候送你的礼物吗？上周的，没有。那二月十四的呢？没有。男朋友说很，你们在一起多久？一年多，快两年。一年多，你还不分手？没有了。现在打算打算。啊，真礼物送你什么？亮片小洋葱。亮片小洋葱。因为我生日是在十一月。然后十月的时候，我们要去朋友的一个就是万圣节活动。 然后有要主题嘛，然后我们两个是想要扮那个电子花车女郎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要找衣服，然后一直找不到，然后我就说我就是很想要类似亮片小洋装，然后类似的款式这样子，然后就觉得我好像很想要那个东西，所以他就我就是因为我真的蛮介意，主要是你爸，我觉得给他两巴掌，你有期待过说你男朋友送情人节礼物吗？就是不要期望，收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。那你有想过你会最希望你男朋友送你什么吗？ 希望哦，没有特别想。没有想过这问题。那你最近有想买什么东西吗？没有。你有在看吗？有。有阅览记录吗？有。好，我可以给我看一下吗？可以。真的有。我靠，你看那么高阶的。因为我是设计师。我现在跟你玩一个游戏。嗯。对，这游戏。很难吗？说难不难，但说简单也没有很简单。 49,900，我跟你拼了啊！来，你在5分钟之前找到这台电脑，我就买下来。对，你可以，对，你上场一下。A8跟A9啊，A11在那边呢。对啊，好累哦。45,900，好累哦。四万九千九，好累。五分。很累。你们找那干嘛？跳舞课。不然就是你们要不要想个挑战给他？我可以愿意买单啊。跳舞啊。在这边呢。这边太哦。 我想一下，剪刀布赢了我就帮买，真的假的？不然呢？我认说话算话。
我的游戏规则非常简单，剪刀布，谁先赢三把谁就赢。哦，对，可以吗？可以、哦。你们希望我赢还是希望我输？好，两个人只要赢，只要有人赢，我就买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这样可以了吧？那我绝对不会让哦。好。我正在新加坡比赛，国家手部是全新加坡第二名。真的、啊？嗯。正常人都不会这样问，正常人会说有这种比赛哦。但我捡到手部的胜率大概就只有9%。真的、啊？嗯，很少人赢。哦。来，剪刀石头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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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跟你讲了。换你了。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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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。不然再最后一次。那个，我们导演帮你争取最后一次，因为他们很希望我花钱。来，你们觉得谁比较想最后一次吧？来吧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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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。2-2了，最后一把定输赢。好，加油！有到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。拜拜。Hello， 不好意思，可以打扰一下吗？Hello， 不好意思，可以访问一下吗？可以吗？你单身吗？有男朋友 ？OK， 你们有过上个礼拜那个情人节啊？白色情人节？没有。那2月14有过吗？没有哎，我们远距离，很少见面。所以他有送情人节礼物之类的吗？没有哎。那你有曾经想过男朋友会送礼物给你？他送过你是送什么？香水。香水，好。你最近有想买什么东西吗？没有。如果今天你男朋友想要送你生日礼物，你会希望他送你什么吗？如果是我，有什么牌子的香水吗？我其实是香水控，其实牌子都是。所以你很多香水都有。潘海利根。有。你又要参加一个小游戏。我指定一支品牌的香水，5分钟内去找到他，我就买送给你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也不是啊，所以我不知道这边哪里有。可是你说是香水控，基本上那排行榜上面的香水应该都有吧？迪奥的你应该都有，Chanel 的。我现在看有哪一支比较特别的，蒂芙缇你有吗？这支就没有。那蒂芙Queen有点难念，这个是现在也是跟潘海利根差不多同等级的香水。你找这个找到这品牌香水，我买给你，对，就这样。在哪？直接进去问。可以啊，可以直接进去问。开始喽。别急别急，五分钟起算还 OK 啦。你多高啊？158。你看起来没有158哎。我真的158。你看起来像150。还有2分钟。他运气很好，就在前面而已。他要慢慢走，可以走到。你可以挑吧。你认真挑，你认真挑。我没有骗你啊，真的，你挑，你挑，你得。选定了吗？选定。OK， 那帮我写上。好了，这边最后还是祝你情人节快乐。谢谢。对，那想可以问一下你什么感想吗？我其实一开始以为你们是诈骗的。诈骗？谁诈骗带那么多人出来？不是，我还不想说你是要打架吗？所以我是不是不太适合拦路人？我也觉得好像我没拦路人。就是、比较凶，你们要换人去拦一下，对。可以可以。靠！好了，那情人节快乐，祝你玩的愉快。谢谢。拜拜。谢谢。拜拜。我只知道问你说，就是你们上个礼拜不是有白色情人节？那白色情人节你有过吗？我看一下，不是上礼拜还是而已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上礼拜是3月14号的。对对对，白色情人节。哦，没有。行事历史空的。好，那2月14呢？好像也没有。那我先问一下，你有没有男朋友？我有。那你男朋友都没有跟你过情人节，不会怎样？那你有没有期待过说男朋友送礼物？蛮常送礼物的。蛮常送礼物的，那他最近一次送的，要拿口罩吗？这样可以？可以啊，没关系啊，我们不是那个。那我拿掉好了，好好好，好，请说。他有女朋友呀？怎么了？不是，我觉得我好认识他。所以男朋友上次送的礼物是什么？熊尿包包。熊尿包包，你是出来逛街的吗？没有，刚上完体育课。那为什么你们是没有固定过情人节？因为我的生日跟情人节很近，然后我觉得要过生日要过情人节就非常有压力。他有压力，我是你有压力。比如说要一直出去吃饭，我其实比较喜欢待在家。好，那因为最后就是访问完的，你通常都是问这个问题，你最近有想买什么东西吗？
我最近吗？想买东西可多的了，比如说房子啊。哇，那我们现在可能就要直接离开房子，你说那下一个都是车子，那想一个就比较实际的，本节目送得起的。哦，你们要送吗？对，这样讲比较简单。这个要就是有依据，就比如说你手机打开，你最近的确在看这个东西。真的吗？你会这么送吗？烤鸭熊六的包，Coco 方胖子鸡巴，怎么可能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游戏规则内是可以，我会买。但是问题是，你要找得到啊，这边没有卖啊。A4 在哪里啊？A4 的熊六不是在这边？他也不会有这些包，好吗？因为我本身是做精品代购，所以我非常清楚。我知道，我好像有看过你在讲解说，就是那个有一些为什么很多都是什么八加九的那一天，对不对？我就是那个组的组队。我觉得鞋子，因为我最近就是一直有运动的那个习惯，然后那个白色的鞋就是非常容易脏，然后鞋底有点要指定品牌，指定品牌。嗯，你要什么品牌鞋子？就就近就找个 Nike 就好。对，没问题，他照他应观众要求，反正我们就是走真的，那去挑你的鞋子吧。所以如果比如说我说我想要把人鞋给老爹老爹鞋会买，我会买啊。可是你就要在五分钟内找到他。五分钟之内啊？对。真的吗？可以。啊，总共说八分钟哎。八分钟，其实你用稍微跑一下，应该五分钟就觉得到了。我觉得很过分。那没办法，我这样的身材要跑更累。当然会啊，因为我帮结账啊，不然的。那我们要跑了吗？可以啊。好的，那等一下，等等，我先计时。开始就直接。所以你的目标就是巴黎世家老爹型。对，因为现在我觉得最好取得，感觉上面比起熊那种什么之类的更好取得。的确比较好取得，因为它一定有。好，计时五分钟，他只要达到我就买。开始，走。你知道巴黎世家在哪吗？它是因为风。看我这就知道。这是我十年第一次跑步，快死！好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暂停！我多给你一分钟，等一下哦。不是，你一定来得及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暂停了，不用紧张。只要我多给你，因为你要等我。到了吗？到了吗？应该到，我就在里面而已。OK， 你一条，你赢了，可以。你知道你想要的、啊。我大概是应该有20年没跑过步，没有，真是你这个计划真的很棒耶！就是看谁运气好。我刚才差点要错过你们。因为很多人会以为诈骗，但是真的，就我的人是真的会送。哦 ，OK， 直接买单吧，直接买单啦、啊，还有尺寸就直接买了。好，情人节快乐！谢谢。不会。你是我爸跟我男友之外送我礼物第三个男人，好谢谢，哇，好开心啊！好，你现在准备回去吗？对对对，你住附近？对 ，OK， 好，那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要激动起来哦！好，我们今天计划就到最后的尾声了。今天我们总共找了四组路人，那其实四组都花了蛮多时间的，因为现在人真的不太好找，我们从下午两三点半到现在，晚天都黑了。那其实从这些人的礼物看得出来，其实如果男朋友。要怎么知道女生喜欢什么？要怎么送礼物？其实最简单的方式是偷看她手机去啊。那这也是我常用的方式。不然，除非你很了解她的个性，不然我是认为说，男生在送女生礼物的时候，其实要去多观察一点，因为你喜欢东西，你的另外一半并不一定会喜欢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类型的计划。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